自由基，我知道他们的底细。每个人就算处境再怎么艰难，还是会有选择，决定自己是否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但你知道穷苦的人每天都在想什么？活下去。害死他们的不是贫穷，也不是病，是我们这种自私的人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